先前闹出罗志祥泳池事件的内湖豪宅文心 AIT， 睽违一年半在线交易，成交单价却跌出百万俱乐部。根据最新实价揭露，该豪宅十楼户以9500万元交易，全幢115平，拆算单价98.6万元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前屋主持有11年，大赚2954万元，涨幅达45%，而买卖双方都是自然人。文心 IT 这个社区其实前几年成交单价已达110到120万，那这一次的成交单价真的有点偏低，推估可能是屋主另有资金上的运用。那文心 IT 屋龄11年，规划一层一户，隐私性非常好，且公设非常完善，加上是新云从化区里面的最指标的社区，总价落在1亿元上下，卡到北市的贷款限令7000万以上只能贷4成，有一些小的抗性。